这座城寨的军粮，用于维持蜀军补给站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坚守到底。要破坏攻城，绝非易事。因此，要由我们来完成。可以招架吗？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。 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可以招架吗？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。可以招架吗？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啊！ 敌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可以招架吗？您的精彩表现就是大家的希望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 我的智略竟然输了！敌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我的智略竟然输了！ 您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我们破坏了蜀国的兵站，确保了兵粮，可以招架。这可真是成果喜人呐！ 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汉中是重要的防线，绝不能敌人攻陷这里。真是会给人添麻烦，赶快把汉中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可以招架吗？ 这下问题棘手了，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您真是大展神威啊，实在是了不起。呀！ 招架吗？
虽然能攻到绵竹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只能主动出击。敌人来了，但我们已经因为进军而疲惫不堪，到底该如何填补这一差距？可以招架吗？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紧急将来临的战斗。可以招架吗？您真是大展神威啊，实在是了不起。竟然未能守住绵竹，龙山大人，请您原谅。总算压制了绵竹，不过看来。 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敌人还是进入了成都，这场战斗的结果，也许已经无法撼动了。蜀地的动作非常迟钝，刘公四，他真像传闻一样昏庸吗？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。 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，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可以招架吗？ 可以招架吗？ 我是刘公四，做你的对手，也许不够格，这一点请多包涵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试试这招如何？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 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可以招架吗？
标已经确定，接受惩罚吧。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我还是实力不足啊。诸位，你们都很英勇，解除攻击态势吧。蜀军已经失去了斗志，接下来就看刘公四的态度了。蜀军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看来是我想的太过简单了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敌人还是进入了成都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许已经无法撼动了。蜀地的动作非常迅速，吴公四，他真像传闻一样昏庸吗？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可以招架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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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接受惩罚吧。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可以招架吗？我们还是实力不足啊。诸位，你们都很英勇，解除攻击态势吧。蜀军已经失去了斗志，接下来就看刘公四的态度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元介，你可真厉害啊。
我是魏军大将军司马子尚。刘公嗣，不，蜀地刘禅是吧？你已经决定好了吗？这一切都结束吧。只要争斗还在继续，悲伤就不会断绝。司马昭大人，我在这里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我想请您继承我们的愿望，请您统一天下，让我们所处的世间不再有悲伤。真是不容易啊，一下解决了蜀汉这么大。王元基支持着司马昭，与他一起消灭了蜀国。蜀地刘禅被封为了安乐公，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此结束。为了统一天下，司马昭开始了最后的准备。不过，王元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变。察觉到了司马昭的成长后，依然每天都照顾着他。对于肩负重任的司马昭来说，这也是无法替代的日常。子尚大人，又到哪里去了？真是的。子尚大人。轩辕姬啊，真早啊。居然放着政务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。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呀。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无趣。只有元姬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立场变成什么样子，子尚大人就是子尚大人。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是啊。如果疲惫了，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不过为了防止你又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那太好了。
乃董仲颖，志向是九池肉林。时值东汉末年，朝廷内部争权夺利，导致天下大乱。恰逢天地异变，饥荒频发，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。此时，一个名叫张角的男人横空出世，他在冀州创建太平道，以此拯救世人。顷刻之间，便掌握了民心。中平元年，张角率领太平道举兵起义，反抗朝廷。头戴黄金的黄巾军在各地同时揭竿而起，这便是后世口中的黄巾起义。朝廷虽然火速派兵镇压，但是无奈接连败退，延续了400年的汉王朝即将走向终结。董卓，字仲颖，出身北方西凉的豪族。在凉州的边章和韩遂造反后，奉朝廷之命前往镇压。不过他并不是为了天下和陛下，只是为了自己才选择举兵。黄巾军在各地相继揭竿而起，不能让，不仅如绝不能饶恕他们的。啊，烦死了。哦，要把平定凉州的任务交给我？正是，为了陛下。皇帝是不在我的眼里，不过这可是爬上高位的绝好，这就是让天下迈向九池肉林的第一步。董卓大人，这样做合适吗？以指挥官张温大人为首，其他官军都已经开始煽动了呀。哼，让他们自己去打好了。是啊，让他们战斗到精疲力尽吧，那么到了最后，爷爷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。哦，不愧是可爱的小公主，我在想什么你都了如指掌啊。当然啦。对了，爷爷，韩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介匹夫罢了，只知道聚众叛乱。不过这次他倒是让人另眼相看，只要拿到他的人头，愿意为爷爷效力，倒也其心可嘉啊。作为奖励，必须残酷地将其击溃啊。那还用说吗，小公主？哼，张温那种人能治得了什么乱？还是让我来铲除那些家伙吧。本小姐要去后方玩玩，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大适合我，但是既然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粮食战争的关键，能不能让这里落于人手？军粮库被人夺去，抢啊！抵抗者全部杀掉，一点兵粮也不要留给敌人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哇哈哈哈哈！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。接即将来临的战斗，没什么，是我们强扶强不走的，马上啊！真是厉害啊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哦，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这下根本无路可退。如果没人营救，那我……总大将，我们才不会放过你。只要将你击倒，这场仗就能结束了。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吧。绝不能放过敌军总大将，一定要彻底铲除张温。好，
军，对不住，看来是你的浴血奋战救了我的命。可恶，真会给别人添麻烦，这个债一定要你加倍偿还。我会用战斗来回报你的救命权，把毒酒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总算得救了，谢谢你，我要暂时撤回长安了。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真是精彩绝伦啊。哦，你真是身手不凡。程普，时机已经成熟，夺取兵粮库。遵命，老夫会让敌方的兵粮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长安的护卫队进军了，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转变方针？交给张温怎么能让人放心？我来指挥，全军向着韩遂突击。好，来大干一场吧，一直防守实在是太无聊了。陷落了。
下就要饿肚子了，干脆逃跑算了。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后方袭来，我军受到了严重影响。没想到居然会从这边攻来，可恶！你们都要冷静应对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打解其斗志。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全军撤退！敌人被我的力量吓得抱头鼠窜了。平定叛乱的是我董仲颖。爷爷，真是太棒了！我也必须学习您那种残酷的战斗啊！你开心时也那么可爱呀。在满是灰尘的战场上站累了吧？等回到长安，你想要什么东西全都买给你。平定凉州，有了这场功劳，我就能挤进朝廷的中枢。这样一来，荣华富贵就享用不尽了。真令人期待呀，爷爷。董卓大人，您在平定凉州一事上做得非常好。为了庆祝此次胜利，他会在洛阳。段圭不就是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十常侍之一吗？想必是看到了董卓大人的卓越表现，觉得可以利用您的实力吧。哼，用不着担心，我还要反过来利用他呢。我还要借机拉拢那个家伙，好提升我的地位呀。那最好去准备一些贿赂。如果段圭认定您能为他带去利益，说不定就能给您准备凌驾于战功的官职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包括。这群宦官简直是贪得无厌，但这也是为了实现我的野心呐！哈，哼，哈。
对面的山贼收集了不少值钱货，我们直接去抢过来吧。进来，或许会有一场重要的战役要交给你负责，我很看好你的表现。只要到时候打响名声，就会有更高的职位补进我怀里来，酒池肉林的天下总算是看见一条路了。这下子离酒池肉林的天下更进一步了。那个大战原来就是镇压黄巾军呐、连卢植和黄甫松也被派来了，这一点是让人有些不快。也罢，只要我功劳盖过他们就行了。那样的话，爷爷的地位也会提高了吧？当然会了，只要立了功，官职自然就会提升，还能执掌朝廷大权的。区区宦官想使唤我，以后恐怕再也不能了。好棒啊！为了让爷爷升迁，尽快镇压黄巾军吧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我要把那群黄巾军的尸体当作迈向酒池肉林的垫脚石。只要能平息这场乱子，就能名震天下。一定要消灭黄巾的头目张角。我现在这点兵力还有点不够用啊，要是能使唤官军。这就是皇天赐予的奇迹，现身吧！什么？怎么突然出现了士兵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办事了，能不能设法将他撸下来呢？哦，不知那家伙居然拒收贿赂啊，这可是大好机会，把他的兵马都抢过来。卢植和黄巾是相互勾结的，所以他才敢轻视你这个宦官。什么？董卓，幸亏有你及时告知，我这就去惩罚他一顿。
职，你竟然私通了黄巾军，难怪战斗迟迟无法结束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到底是谁在胡言乱语？我还是回去都城再听你辩解吧。你的军权就由董卓来接手吧。一切都和预想的一样，这下子兵力就足够我立下战功了。幸福总会露出破绽。这下无法保持阵型了，我竟会战败于此。张小大人，抱歉没能帮上您的忙。已经冲破了敌阵，必须要感谢援军的帮助啊！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哇哈哈哈哈！真是出色的战斗，了不起！
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吴军会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真是错判了吴京军的实力。哼，军官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坐骑打垮他们。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现在只能撤退了。黄天之势越来越远了，黄天之势终将到来，到那时我们再走着瞧吧。真是九死一生，阁下出现得太及时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你的武勇一如既往的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凡夫俗子们，见证黄天的奇迹吧！可恶，敌军的怪力让我们无法正常战斗，随便是谁都好，快去给我杀了张角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黄天啊，请赐予我坚固的炎之力。休想阻碍张角大人，只有黄天盛世才是我们的救星。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苍天之下的野兽，对于同袍受难的世间，黄天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张角已经死在我的手上了，这下子财富和名声都是我的了。
我也不懂什么黄天什么力量，这些家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。不过做垫脚石倒是正合适。好吧，爷爷，这样一定能升迁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小公主。董卓大人，恭喜您升迁。不过是水到渠成，我最。为了实现我的野心，这次就让他派上点用场吧。由于官军等的武力镇压，太平道教祖张角与世长辞。至此，黄巾起义落下了帷幕。然而，世间的战火并未就此平息。在都城洛阳，石常氏等宦官与外戚集团展开了争斗。支持外戚的袁绍等人冲入宫中，斩杀了石常氏。趁此混乱之机，西凉豪族董卓进入了洛阳。董卓挟持天子，自封为太尉，独掌大权，极尽暴虐之能事。诸侯对此状况感到了强烈的危机。行了，这点小事还要报告吗？只要有人敢反抗，就斩尽杀绝，灭他九族。遵命。貂蝉，再靠近点儿嘛。董卓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只知道沉迷酒色，按私心发号令，哪怕是宦官也比你这样的人还要强。哼，是丁原呐，好唠叨的家伙。你也配向我指手画脚？这家伙是什么人？弓马娴熟，无人可敌，跟你比就更不在话下了。给我记住，董卓，再有不法之举，绝饶不了你。
个叫吕布的，看来是个很有用的家伙。只要收服了他，把丁原解决掉，一切就都在我的手掌中了。想要把吕布拉了过来，吕布啊，跟着那个糊涂虫丁原太浪费了，去找李肃问问情况，把这家伙拉拢过来吧。我被贼人袭击，救命啊！休想出手！这家伙天狗的最强马匹是我的。您要用马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。是我这里。你要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再次光临。什么事？别那么凶嘛！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啊！好马，这是宝马赤兔，跑起来日行千里，只要乘上它，驰骋沙场。有多少敌人都能杀个片甲不留。哼，你是向我炫耀你的好马来了？我可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这匹马我就送给你了，只不过你得加入我的麾下。
凭什么我要为你效力？吕布，你的大名我是耳闻已久了，都说你是拥有最强武艺的鬼神。既然你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，怎么会甘心跟着你就能让我打个痛快？我的野心就是掌握寰宇，打造酒池肉林的天下，所以当然会有很多敌人挡我的。比起去，哼，这句话你可别忘了。这个丁原竟然反抗我而拥护皇帝，真是愚蠢。吕布，你马上去找丁原，把他给我收拾掉。以后少对我趾高气扬的指手画脚。到底是谁趾高气扬了？貂蝉，你跟他一起去。这家伙虽然武艺了得，但性情乖僻，说不定他心思一转就投靠丁原了。遵命，董卓大人。出发，我要让他们看看反抗我的人是什么下场，对我兵刃相向会有什么后果。我这就让丁原和其他家伙看看。丁原之流不过是小卒而已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貂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点回去，在城里等我。不，请带小女子一同前往吧。小女子想亲眼见识一下祖先大人的武艺。无名小卒，根本不配与我为敌。敌人竟是那位吕布大人。不行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呀，欺瞒吕布，到底对他说了什么？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？你今天死定了！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赶紧杀去！朝廷的逆贼董卓，你早晚也会遭到报应。愚蠢，就因为你们反抗我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女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哦，不错，保持这个状态前进。这下子朝廷就随便我摆布了。胆敢反抗，但是那要先开完宴会再说，这可是为了庆祝我的天下，一定要热热闹闹才行。
过来啊，貂蝉。今晚你也要为我跳舞祝贺。遵命，董卓大人。吕布，哼，什么意思？扫，算了算。爷爷，有个狂妄的家伙说想见见爷爷。哦，到底是谁呀？这么……他自称曹操，说是有东西想送给爷爷。哼，应该是想要讨好爷爷吧。哦，我记得这家伙是袁绍的旧交啊，我现在已经掌控了朝廷，这时候他带着礼物现身，是想背叛袁绍为我效力，还是借机来刺杀我的呢？爷爷。小公主不用担心，我身边的看门狗可厉害了。好了，我这就去会会他。我的脑袋你也想要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是谁派你来的？并无一人指派，这是我自身的决定。即便我此次已经失手，你的命运也不会改变。以暴力统于世间，凭私欲驱动朝廷，这种天下必定难以久存于世。哼，你还会算卦呢？有时间胡说八道，不如先想法子活下来吧。那好，恭敬不如从。去，搞这种小手段。这家伙居然在城里安插了帮手啊。可恶，不许让曹操逃出洛阳，谁敢对我兵刃相向，一定要用他的项上人头来赎罪。停下，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敢对我下杀手，就别想活着回去。快把曹操的家伙抓起来！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孟德，不仅是命，我也要守护他。顺利逃走啊。嗯，我可不会毫无准备就闯进来。统兵呀，追兵放箭。这可恶呀。嗯，不会有所保留的，伏兵，立即拦住他们的脚步。哀将，您
经被我击败了。你真是厉害呀，请给我也留下表现的空间吧。停下，那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大势已去，没想到我会在重要关头失手。愚蠢至极，还妄想从我手中逃走，我要将你毫不留情地折磨个够。什么？居然让他跑了？你们几个都干什么去？抱头鼠窜的家伙，我没兴趣。哼，算了，谁也别想妨碍到酒池肉林的天下。袁绍率领着联盟军想要来攻打洛阳。是，在袁绍发布董卓当诸的檄文后，有很多诸侯响应，袁绍、曹操、孙坚、张邈报信，联盟军的规模非常庞大。哦，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？居然敢反抗我，简直不像话。把那群跟我作对的人斩尽杀绝。敌军的主将袁绍不过是……那草包，快点把他抓来，五马分尸。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竟敢闯入名门的阵营，真是群狂妄之徒，就让我原本出来除掉你们吧。报告，袁绍阵地的兵器已经启动，士兵们根本无法靠近敌阵。兵器真是残忍，不管不顾的冲过去不就行了吗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改日再战。你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不愧是爷爷，本小姐也要向爷爷学习啊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表现那里，上啊！可恶，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真是武艺高强。竟敢反抗我原本初，真是愚蠢。杀绝！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
可恶，我竟会败给这群不逞之徒，真是有损我原本初之名。服了吧，一群蝼蚁之辈，就算你们人多也赢不了我。哼，这就是反抗我的结果。可是联盟军似乎尚未放弃，多久之后还会再次攻来的？别担心貂蝉，他们来多少次我就打他们多少次，这样我也多一些乐趣。这种麻烦事我可不干，带上皇帝到长安去，我要把那里改做新的。水猴吧，我才不管你呢，这算什么，还是酒池肉林的天下更重要。把全洛阳的宝物都给我取来，财宝留给那些死人也没有用处。对了，放火烧了洛阳吧。不可以。只要在洛阳拖住那些人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挡我的路了。我们就悠闲地到长安去吧。报告，曹操及其属下正以惊人的速度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怕会在到达长安前被他追上。什么？可恶！把曹操那帮人消灭掉，听好，绝不能让他们抢走皇帝。这个曹操到底要碍事到什么时候？快把那些堵在长安的鼠辈全部杀掉！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啊，董卓君，终于来到这里。休想进入长安，我会拦住你们的。务必诛杀董卓，救出皇帝。追击部队出击。报告，曹操军正在后方追击。可恶的曹操，这种手段，快点把他给解决掉。受死吧！竟然遭到敌人的反击，身为曹家的亲历军，我未能完成任务啊！李靖已经被我击败了。我知道这里有猎物在，那么就乖乖地让我立功吧。是精彩夺目啊！大爷，必须将他们拦在此处才行啊！受死吧！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
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居然会在这里落败。不过，为何不祥的预感仍在继续？休想动主公一根手指，看我恶来天黑把你们彻底打垮。丢脸，主公，对不起。眼下只好撤退了，但是我早晚必取你的性命。曹操大人撤退了，我们该怎么办才好？怎么可能会输？您真是勇武过人，小女子都看入你了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，守住此地是吾的使命。化身为盾，不让任何人通过。真是固若金汤，根本无法冲破此地。城寨竟然失守，吾的防守真是无力。哦，总算顺利冲破城寨了。这下可以向着长安进军了。女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真是精彩夺目啊！不错，保持这个状态前进。
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此地的攻防也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要通过这里没那么简单，因为我夏侯妙才驻守于此。正面进攻吗？不是看不起人的，就用充足的弓箭还待敌人吧。这下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撤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！不要慌，不要正中敌人下怀。可恶，竟然没能守住，有我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好，通往长安之路已打通，趁此势头继续进军吧。太大意了，竟会败给董卓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算收拾掉那些家伙了，赶快进入长安，召开酒池肉林的盛宴。董卓将联盟军打得体无完肤，他成功迁都长安，势头正盛，天下已无人能反抗自己。董卓满脑子想的都是实现自己卑劣的野心，他的笑声让人觉得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哼，一群蝼蚁，真是烦人。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可是大汉的相国董仲颖。那是天子的宝座。我连天子都可以随意更换，这天下已经等同于是我的了。老夫终于，不过生个孩子立为太子似乎也很有趣。哼，董卓大人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哦，怎么了，貂蝉？你和平时有些不一样啊。可恶，你们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赶快给我滚出去。哼，
怎么是吕布啊？居然这个时候来，真是不知趣。算了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的酒池肉林之梦就等于实现了。剑的武艺无人能挡，吕奉先的由于官军等的武力镇压，将宦官们肃清后，他，哼，我才不在乎什么皇帝，我是听说，这武艺高强的猛将，擅长骑射。丁原很赏识他的，但是，吕布对于义父的指示与。他只想，吕布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再引发动乱，不要总想着展示自己的武艺。哼，无聊，巡逻警戒这种事找小卒去就行。我要向天下宣告，我的武艺是最强的。你说董卓大人想见吕布？作为陛下的辅政大臣，董卓大人每日都要忙于要务，他呢？哦，吕布，董卓大人要召见你，你快点进宫去吧。听他的话，纯粹是浪费时间，还是速去速回吧。您要用马吗？方林，
不，你来了。别那么拘束，再靠近一点嘛。你有什么事？如果是无聊的事，别怪我下手无情。吕布啊，你现在把我杀掉，那就只能一直过现在这样的生活了。你真的愿意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渴望的不就是战斗吗？现在天底下到处都有愚蠢的家伙对我的做法感到不满，一个个都摩拳擦掌，恨不得跟我打一仗。只要你到我麾下来，我就任命你去指挥，跟那群家伙战斗。到时候你就能尽情挥洒最强的武艺了。哼，肯定别有所图。你想要什么回报？你回来了，吕布。董卓都和你说了些什么？董卓答应我，可以随心所欲的战斗，而代价就是取你的首级。首级？吕布，难道你要斩杀了我？这家伙是叛徒，不必客气，给我把他就地正法。吕布，吕布，你所作所为，你人生的报应。吕布，做得好。张辽，你也加入了董卓麾下呀？董卓大人将吕布将军收作义子后，变得比以前更加荒淫无度了。吕布，你跑到哪里去？关键是，你说什么？可恶！别跟我顶嘴，赶快！对此地置之不理，并非上策。我来防守这里吧。对我下杀手，就别想活着回去！快把曹操那家伙抓起来！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孟德，就算他拼上命，我也要守护他。孟德，一定要顺利逃走啊！可恶，真是穷追不舍啊！大爷，我要在此地了结你们！没办法，没问题，我可不会毫无准备就闯进来。
伏兵，追兵放箭。让我告诉你什么才叫最强。请多加小心。不会有所保留的，伏兵，立即拦住他们的脚步！大势已去，没想到我会在重要关头失手。趁胜之机，还妄想从我手中逃走？我要将你毫不留情地折磨个够！吕布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把曹操的人头带？你就是爷爷的义子吕布，你的长相一点也不优雅，居然和你这种人是亲戚，真让人恶心。没想到在洛阳居然有人不认识本小姐，哼，那就告诉你吧，本小姐叫董白，是董卓爷爷的孙女，如果你敢口出狂言，本小姐就会使出比爷爷还残酷的手段，给本小姐记住了。站住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爷爷也真是的，到底看上了那个家伙的哪一点啊？算了，如果他敢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，本小姐就去惩罚他。吕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。袁绍那个家伙，听说他带着一群蠢材想要攻打这座洛阳城。吕布，你不是怕着战斗吗？快去把他们全都赶走。请等一下，我一个人就足以应对联盟军，根本不需要吕布出战。没你的事，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看着吧。行了，敌军的主将袁绍不过是个草包。快点把他抓来，五马分尸。名门的阵营真是群狂妄之徒，就让我原本出来除掉你们吧。报告，
线已经启动，士兵们根本无法靠近敌阵。什么？兵器？真是烦人！不管不顾的冲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定会败给这群不逞之徒，真是有损我原本初之名。服了吧，一群蝼蚁之辈，就算你们人多也赢不了我。区区联盟军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董卓大人传来命令，要放弃洛阳，撤至长安。什么？我们打了胜仗啊？难道
不，小的也不大清楚。莫非董卓大人原本就打算无论胜败都会迁都？那家伙竟敢把我当成诱饵！董卓，你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已经击败了所有敌人，根本没必要逃往长安。烦死了，吵什么吵？什么叫击败了所有敌人呢？都城已经失去，我要带着皇帝到长安去，这件事。董卓进入了长安，曹操也一路追了过。义父大人。啊，你查，只要没有了董。小女子有一事担心。奉先大人似乎察觉了小女子的真正目的，察觉小女子是为了消灭董卓大人而埋伏的毒药，是利用了奉先大人的坏女人。那个像野兽一样的男人应该不会如此敏锐。貂蝉，你的任务已经结束，在遭遇危险之前还是赶快避避风头吧。不，小女子不能逃跑，小女子也有义务见证。奉先大人亲手诛杀董卓大人的样子。这样啊。出发，我要诛杀董卓，赢取属于自己的战斗。诛杀董卓大人，如此混乱之下，应对无可避免吧。别担心，貂蝉，谁敢碍事，自然会打垮他们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为何要对友军兵戎相向？难道是打算背叛董卓大人？借此机会，他意图谋反吗？那头野兽想来是有人出谋划策。北方军队还能突破，真是武艺过人。幸好遭到吕布军的干扰，可我撤退吧。没想到会败在自己人手上。
可恶，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雨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，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逃走，想不到反复无常的吕布会阻住我的去路。我失手了，没想到吕布将军竟会背叛，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外面的吵闹声已经平息了，我也去看看情况吧。为什么要袭击我们？难道背叛董卓大人？吕布将军竟会背叛？看来董卓大人的天下要就此终结了。你个吕布，你这恩将仇报的家伙，想要杀自己的义父吗？义父？哼，笑话！你的性命马上就要被我了结了！好狡猾的女人，原来这些都是你捣的鬼。葬在这里，便宜这蠢材了。从此之后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
方轩大人，真是了不起。这样一来，方轩大人就能安心追求战斗了。是啊，这下没人再来妨碍我了。貂蝉，你又有何打算？你的目的已经实现。如果你只要你的悲伤，吕布大人，您此次的表现不，你是，哼，留在这种地方，真是可怕的男人，满脑子只想着展示自己的武艺，只要有他在，世间就无法获得安宁。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军战胜了董卓军，联盟解散后，诸侯各自反。张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来？据我所知，吕布将军的武艺无人能出其右，父亲，今后我也要。这里用不着你帮忙，你留下也只会碍手碍脚，还是乖乖退下吧。虽然您让我退下，但是我已经无处可归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想作为鬼神之女上战场，我绝不会妨碍。你还不懂得何为战斗，肆意妄为只是死路一条。吕布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听说你要我请，如果你无路如何都想和本初交战。你说什么？我如果你还那好，袁绍大人，张燕率领。黑山军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精锐们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名门的战斗吧。你这小子这敢指使我，人不快，打个痛快吧。英雄们，把这里的东西全部抢光，谁敢抵抗就杀了谁。我们遭到了黑山贼的袭击，请帮帮我们！
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为了表谢意，请收下这个。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雨镜，你被我击败！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幸好没被山贼夺走家财，这个送给您。让我告诉你什么才能最强。谢谢您的救命之恩，这个送给您。我们已经从黑山贼手中夺回了村子，可以趁势冲向他们的大本营了。我们输给任何人。真是精彩夺目啊！去！不要！这什么人侮辱我方大本营附近？他正在一边攻击我军，一边靠近大本营。会是黑山军，是谁都无所谓，快击退他们！爷爷的仇敌吕布在哪里？如果你不坦白，本小姐就打得你起不来。冲破敌人的关隘，派冲车前进。穿过这座关锁，这是袁术麾下的纪灵大人。原来如此，袁术大人就是黑山中的后盾。什么？关锁竟被冲车给冲破了！惊人，暂且撤退。雨镜，为我击败！不会输给任何人。辛苦了，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已经突破关隘，将敌军一网打尽，就这样攻向黑山中的根据地吧。通过，弟兄们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袁少爷们，见识下黑山的力量吧！竟然被袁绍夺取地盘！如今黑山军已败，威信和袁家的荣誉就更加耀眼了。吕布，
父亲。接。我与陈留太守张淼大人又。曹操那家伙慌慌张张地赶回定陶了，跟我来，把他们赶出兖州。附近的港口为何如此吵闹？过去看看情况吧。是。这里是我们的国土，我要把你们统统赶走。这家伙竟然耍这种小聪明，我去把他打个落花流水。而之趁虚而入，真是野兽一般的浅陋战略。兖州怎么能拱手让给你这种人？这一战真是厉害。徐州辛苦各位，听闻刘备大人，等我们休息完毕后再来一同征讨曹操吧。此事以后再说吧，我们现在要前去迎击袁术。我的义弟张飞会留在这里，如有需要找他即可。负责留守的张飞，刘备不在，我要夺取下邳，让徐州成为我的地盘。Thank you.
狄仙。吕布这家伙。竟然想对大哥恩将仇报。受死吧！死的家伙，喂，吕布，再打一次，一对一见个高下。这个醉鬼，我为此一定要亲手将你打飞。吕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兄长们不在，你就想把下邳占了是吧？有两件事我特别生气。这头一件，王妃大哥好心收留了你这个小人。然后，这第二件就是。面对着我燕人张飞一个人，你就以为自己能打得赢吗？喊打！烂醉如泥，比小卒还不如。你这家伙好大的口气！张飞大人，眼下先避一避吧。胡说八道，我还能打呢？小人，吕布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么一来，下邳就是我的了。徐州，徐州，徐州已经到手，
下一个是曹操。接下来我要攻打兖州，你们也做好准备吧。袁术开始攻，我不去杀。一，反而要居中调停，真是无趣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袁术军已经进攻至下邳附近了，首先要从那里救出友军。竟敢背对本小姐，真是太狂妄了。好了，该怎样教训他呢？吕布，竟敢忤逆老子，真是愚蠢至极！老子要将你和刘备一起铲除。敢来碍事，老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我看够了无聊的战斗，袁术，快点撤兵，如若不然，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云雨将已被我击败。袁术，吕布将军，刘备。曹操的先锋已经开始进入徐州。我们要尽快和袁术大人结为同盟，走吧走吧，向着寿春前进。哼，无聊的事情全都由你去办吧，我只要能击溃敌人就行了。
曹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动向，必须小心他的介入。曹操军果然来了，就让我这个鬼神之女来做你们的对手吧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好了，快束手就擒吧。我奉主公之命来此阻止阁下一行前往寿春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是我们占领，去将已被我击败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吕布大人的武艺，世上无人能敌。未能完成主公的命令。这里是属于我的。全都铲平，都精神点儿，跟我来。什么？休想！是结为同盟。竟然与袁术联手，不像吕布的作风啊。算了，反正我会在这里拦住你们。我曹文烈来做你的对手，就死吧。被我击败！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！糟糕，怎么会在这里失败？我不会再这样了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吕布大人的武艺，世上无人能敌。他们结成同盟，就是我们的噩梦。为什么我却未能阻止？吕布和袁术都要妨碍主公吗？不会放过他们！滚开！吕将已被我击败。我失手了，主公，对不起啊。不能让你们继续肆意妄为。看来可以使用一些暴力手段了。
被我击败！如果吕布和袁术联手，就不知会发生什么。必须趁现在采取行动吧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曹操军已被一扫而光，这下袁术一定会接纳我们的。这场战斗真是无聊，快点到寿春去。哎呀，总算到达寿春了。好了，我们去和袁术大人会谈吧。去！哼，全都由你去办，我可什么都不管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什么？此我既然如此，如何？不过你好像是吕布的女儿吧？你就和我的儿子成婚吧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用担心你们会背叛了。你们没意见吧？胡说八道！凭什么要我把灵气嫁出去？再敢胡言乱语，我现在就杀掉你！请等一下，父亲。只要我嫁过去，就能缔结同盟了吧？我答应。不过，必须是在击败曹操之后。毕竟，我们也无法完全相信你。灵七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一切都是为了击败曹操，而且又不是立刻就要完婚。哼，好吧，那么你就等击败曹操后再到我们这边来吧。吕布大人，曹操，从哪儿来的？是河水，泗水的河水朝这边淹过来了。沂水也是，他们准是决堤放水了。是水哥，不好！怎么办？到外面去！胡说，到外面还不是围上敌军？到高处去，快点！去流水，休想挡住我的脚步！伏击，去把曹操打垮！
下那个要地的一方，应该就可以取胜。火速前进吧！只是那个花药武艺就掀起战乱，就由我们来惩治这个不义之徒吧。凶恶的暴徒，我刘玄德来做你的对手。接下我关云长胆，走正方。回去另谋对策吧。雨将已被我击败。真是精彩夺目啊！哎呦，我们无法战胜吕布吗？他的武艺的确惊人，未能偿还昔日的恩情呢。竟无计可施了，雨将已被我击败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吕布大人的武艺，世上无人能敌。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这次难道还是撤退了事吗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吕布算账啊？不会输给任何人，真是厉害啊！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小卒就是小卒，来多少人也一样。跟我走，快点离开这里。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撤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哼，只知道攻击眼前的敌人，这样在乱世中是无法生存的。你等能来到此处实属不易，但是有我的部下在此，休想取我首级。您的气势令谁也无法阻挡。你这种动向真让人琢磨不透，还是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何意图吧。鬼神的武力确实惊人，但是你还是注定要死在此地。哼，就这么几句逞强的话了吗？曹操，死的人是你。鬼神吕布击溃了攻打下邳的曹操军，但是胜利后不久就有大军来袭。为了讨伐吕布，
曹操与刘备手下的精锐部队再次发动攻击，吕布军被敌方大军逼退至下邳城内。敌军是天下的各路豪杰，城池遭到水攻，即将陷落。但是吕布的表情却非常轻松。哎呀呀，可恶的曹操，真是难对付啊。纵观天下，那样强大的阵容可并不多见呐。吕布大人，这下糟了呀，我们的处境很危险。处境危险正合我意，对我等而言，没有比对战强敌更有乐趣的事情了。若在奋战中技不如人，失败了也不要紧，赴死时也要干脆利落，是吧，吕布大人？哼，张辽，不要考虑无聊的事情。我吕奉先怎会失败？无论对方有多强大，军队有多壮大，都会全部击溃，仅此而已。出发吧，向天下展示我吕奉先的无双武艺。